欢迎来到三级元气房观看我们今天的相声大会。首先，请气场当头相声表演者李九春。回答的，我要是这样处理，你就不会乐。妈妈，妈妈，
是我冷，冷啊！赶紧的，你把我这羽绒服穿上，你就不冷了。你听，压下去就是。这可能是要股票。他不可乐啊，大伙儿捧着来啊！你听这声音啊，谁嗑瓜子呢？谁嗑瓜子呢？谁嗑瓜子呢？啊！这玩意儿很符合逻辑的，不可乐。啊，我这样说您还是觉得不可乐。冷啊，冷回屋，屋里边开空调，有暖气就不冷了。大哥也知道气候了。好嘞，等我说这口时你来啊，我乐死你啊。他不可乐，大伙捧着来啊，就被找乐来的呢。那怎么说您就觉得乐可乐呢？换了处理方式，出乎您意料就乐了。啊，我这样说。哎呦。我冷，哎呦，宝贝儿，你冷啊？哎呦，这怎么办？你再等等吧，你等开春就不冷了。你听，乐了吧？为什么等开春好的孩子跟这儿冻一冬天，到开春成冰雕了，对不对？出乎你意料，你才能冷。我这样说，您还冷啊？我冷，冷啊！上那个漂亮阿姨的怀里暖和暖和。去呀，这倒霉孩子，杵我了是不是？不像爸爸年轻的时候，我跟你说，去不去？不去，不去，爸爸去了。他这当爹的特别没溜，哎，出乎你意料，你就乐。这行的原理啊，而现在听相声跟我们啊学习的时候，认知当年相声刚起步、刚成型那个年代，那可舒服多了。现在有剧场，风刮不着，雨淋不着啊，热了能开空调，冷了有暖气，这环境多好啊！过去可不是，我们这行是打哪儿来的？发源地就在北京。怎么来的呢？都是清末的时候呢，一些落魄的文人啊，有点文化，他们那时候八旗子弟，铁杆庄稼倒了没进项怎么办呢？他又没手艺，剃头修脚什么都不会，卖力气拉洋车他也不会，怎么办呢？就把平时插科打诨、弹弦唱水一些包袱笑料，哎，整理整理，拿到外边演出，为的就是养家糊口，啊，打这么发源来的。过去演出都在地上，行话叫撂地，啊，挂锅吃饭。什么叫挂锅呀？找一个空场啊，这锅就是我这锅里买饭吃。怎么叫锅呢？就拿那个碎的那个白石灰粉，在地下画一大圈，画一大圆圈，演员就站在圆圈里边啊，就在平地上就给大伙演出。那时候两个演员是对着站，现在都是一面有观众嘛，他是一样对着您。那时候为什么对着站呢？围了一圈的人，你得给站在每一个角度的观众得给一个正脸啊，都这么站。现在这种方式绝对不行了啊，坚决不能这么干。现在在台上，你一面有观众，俩演员这么站着，你比如说我逗哏吧，旁边站一谁捧哏吧，啊，我们俩要这样站着，那你肯定得齐刷刷刷啦都站在后头了。这是在看我呀，是不是啊？啊，谁让杨子郎那样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不是杨子郎，这后脑勺好看啊。就那个时候演出形式是那样，在地上。为什么就不能出这个圈？这圈叫表演区域，为什么不能出？人家师傅交代了，你要出这个圈，哎，这妖怪就把你师傅抓走了。啊，那一会儿我上去，我《西游记》我再说吧。啊，那时候演出相当的难，叫刮风减半，下雨全完。您琢磨谁刮大风了，下大雨，外边下雨，这还在听相声？这也太爱艺术了，这也，对不对？我们这儿也不能说了，也不能说我就奉献，我就爱这艺术。下大雨我也站这儿说，我就这儿说，旁边肯定没有观众，就有一个人，谁呢？卖伞的，孙子，你买不买？等你半天了，那没办法啊。可是后来就好一点了，怎么的？有剧场了，进剧场里边演出，那个时候啊。一场相声大会没有相声大会这种形式，那时候都是花场啊，管我们这行人叫什么呢？叫玩意儿，蔑称啊，对艺术啊，哎呀，他们这样啊，叫玩意儿，看不起你，
那时候啊，做艺的人地位都不高，谁家有个红白喜消事，去上天桥叫两档玩意儿去，也不叫什么叫玩意儿，你看人一来，我来找玩意儿来了，我们这行玩意儿就不去了，没办法养家糊口啊。后来到剧场呢，应该说好一点了吧，环境是好了，可是演员这个收入还是饥一顿饱一顿上不来。为什么呢？过去那个观众群啊，比现在朋友们您啊，那素质可低多了，鱼龙混杂，什么样人都有啊。过去那售票方式也不一样，怎么不一样？现在是买票啊，您先买完票到那儿验票，您进来找座您坐去。过去不是，过去是进门不要票啊，白白进。怎么呢？它是大零钱。比如说我这说一段啊，说的好了把你给说乐了，旁边那儿呢下去一个小伙计拿一个小笸箩找您大零钱，那不是难啊。大伙儿对我这演员真不认可，对这艺术真不认可，真不给你钱啊。现在为什么德云社改先卖票开句玩笑，可是那时候这小伙子下去打零钱，为什么说他难呢？好多人不能要，这钱要不下来。您别看不起这小伙子，后台啊那时候有规矩。什么规矩？后台比角儿，你比方说这一场相声大会的底，最后一个肯定是能耐大腕儿也大。你比方说郭老师吧，啊，他演这个，这小伙子挣这钱跟这底角儿挣的一边多。你说为什么呢？后台这一些人都指着这小伙子打下这些钱来养活着，啊，这小伙子很有规矩，得挑那机灵的，啊，有规矩。到那儿以后不能说你该给钱了啊，到点儿该给钱了啊，乐没乐，分内乐没乐，你给钱。没有这样的啊，那时候社会地位低呀，只能说点拜年歌啊，不敢说要钱。哎呀，那什么，大爷您费心啊，您受累，要不还有这么一句话，您赏句话啊，您赏句话，不敢说要钱。端那小伙儿也有规矩，怎么叫有规矩？你看这小伙儿也是成零钱的啊，这端这小伙儿绝对不能说手心朝上。这样端着这笸箩那完全不行啊！师傅知道这个就得打，为什么呢？艺人社会地位低，我们也不是手心朝上要饭的，我们是卖艺的，别人看不起我们，自个儿得看不起自己。小笸箩怎么端？仨手指头伸出来掐着笸箩这个沿儿，这样掐着，哎，这样您费心啊，您受累，都这样啊。实在这样打钱要打不下来怎么办呢？再翻过来，可怜可怜吧，穷啊！我跟你说，都得干到大铺子了啊！没办法，这玩笑话都得这样掐着啊。赏句话，刚才咱说大爷得赏句话，干嘛这么说呢？你不知道对方是什么样的身份啊，就得看他要说什么。他要说这么一句话，这要钱的小孩扭头赶紧跑，千万别搭理。哪句话？这么一句话，大爷您赏句话。这个一抱肩膀，一白着他的眼神，认识我吗？认识我吗？只要听见这句话，赶紧跑，千万别犹豫，要不然这打就挨上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这句话他不好回答？啊、认识我吗？你说你怎么说？大爷，大爷，我认识您呢，认识我，喂，认识我还找我要钱、啊？一大嘴巴给抽到后台去了，啊！人说我不认识，不认识也不行。大爷，我不认识您，不认识。好嘞，过来，今儿他妈让你认识认识。又一嘴巴，难道受不了啊？好多人，这小伙子眼力必须得足，好多人不能要。什么人不能要？看穿衣服，估摸他是什么样人群，什么人不能要？流氓肯定不能要，啊！这一片保护费归他收。怎么叫流氓穿什么样衣呢？灯笼裤撒贴，当件勒大板带上身，十三太保流氓对襟大褂子。那这名怎么这么长？我给起的啊，就是小褂啊，胳膊串小褂。他的小褂跟那现在的不一样，他的小褂什么样？上面露着锁骨，底下露着肚脐眼啊，就跟那吊带似的，你知道吗？现在的人女性朋友穿出哎时尚好看啊。过去的为什么男的就这么穿呢？流氓才这么穿，
为什么不是说现在的女人都流氓啊？不是这意思。估计他要干嘛，他就把上面这纹身呢给露出来，下边把这个纹的皮皮虾、像篮球啊、五条大黄鳝，吓死了。这流氓可能是干水产的，有没有？这么一个人，你敢要吗？你没法要。你就穿的文明点行吗？也不行。西服革履，拄着文明棍，戴着礼帽，文质彬彬在这一坐，千万不能要。为什么？日本的翻译官，大马裤、大马靴，这也不能要，给日本人养马的。穿一身小制服，哎，这儿别一根钢笔，文质彬彬，戴眼镜，从这儿一坐，这也不能要。特务，这归戴笠，毛人凤管啊！就你敢跟他要钱，你得罪他。今天他老老实实把钱给你，明天全后台销户口，你都不知道怎么死的。简单来说吧，穿上衣服都不能要。后来我们都下洗浴了，你知道吗？这玩意儿真难。还有一不能要的，咱得说说什么呢？就警察不能要。你说警察好啊，维护社会治安，为人民服务，那是现在的人民警察。过去呢，就警察，我跟你说实在的。吃穷人，喝穷人，欺负穷人，那就是街头就是一霸啊！拎着警棍，戴着大檐帽，好家伙，要五两米从这儿走，横着走，煮螃蟹的，你知道吗？横着走，好家伙，那儿卖瓜子儿，抓过来尝尝啊！那儿卖烧饼，抢俩揣兜里，谁敢说他呀？对不对？警匪是一家吗？啊，就这么说吧，就这大街上啊，过一辆大粪车，也得尝尝咸淡。就这么欺负人，就这样啊！我怎么对警察这知道呢？后台有啊，老警察于谦知道吧？于谦的爷爷赵富贵儿，我说为什么姓赵呢？亲爷爷，这是于老爷子吧？年轻时候就干过，他们家有钱。这人呢，游手好闲，不务正业。到了适龄青年，该干活了，该上班找工作了，哪儿也不会，什么也不会，手高眼低啊，低的还看不上，高的干不了，怎么办呢？托人捐了这么一个旧警察的编制，啊，他也是这玩意儿威风啊，能欺负人啊，好家伙，你是这警棍啊，就跟那个斑马那尾巴似的啊，那警棍，戴着大檐帽，穿着制服，大先生，啊，就这么走，啊，宝贝儿，滚，看烫头好看吗？啊。上头也一般啊，他跟那拎着走，走走威风。上班第一天，也不懂，其实警察嘛，对不对？上班第一天就露怯了，干嘛？他想走走威风，上哪儿呢？就奔大院这条街上来了。过去这戏园子多，三庆啊，什么什么什么，好几个什么中和呀，都在附近。上这儿要听一出戏啊，排队人挺多呀，排到最后，耀武扬威，排着队尾，跟那等着买票。跟这儿等着，人前面有排队的，那大姐前面排队，回头吓一跳，哎呦，这么新鲜！嘿，宝贝儿，新警察吧？于谦的爷一愣，啊，你怎么知道我新警察？你叫多新鲜？老警察谁排队呀？警察还排队？哟，你可真是好。哦，是啊，多谢大姐提携啊。一拱手往前走，扒拉开人群，头一个，我来，我警察是吗？我头一个，拿出钱来，双手一递，买票，我警察是吗？我插队了啊，谁敢拦我，我买票。到窗口，小姑娘扒拉这窗口外面一看，哟，新警察吧？你怎么知道我新警察？你看多新鲜，老警察给你买票，直接往里闯啊！还有这好事呢？哎呦，多谢多谢啊！一拱手又进来了。你说谁拦他呀？到哪儿呢？直接就奔第一排正当间，哎，就这位置，就这位置啊。到这儿以后，原来人这座有人啊，对，大美女，穿身红头警察啊，把人给扒拉起来了。你急急来，我警察知道吗？我坐这儿知道吗？我没买票啊，我就坐这儿知道吗？跟人耍横，人家姑娘站起来，人也不生气，一抱肩膀，好好，你坐这儿啊。我说，新警察吗？哎，你怎么也知道我新警察？你倒多新鲜！老警察谁坐一楼啊？直接那楼包厢呢、啊？那儿坐第一人一大包厢。是啊，哎呀，多谢这位壮士啊！一拱手上二楼，噔噔噔上二楼，正包，正包最得巧，一个人坐一大包厢，伙计也不敢管，
啊，上放花生瓜子儿小食品茶水，坐这儿一边买一边抽着烟卷，喝着茶水一边听戏，悠哉悠哉。哎，这身子谁敢拦他？可是呢，喝着喝着茶水喝多了，喝多了走身，尿尿尿，啊，就叫上伙计，伙计，茅厕在哪儿？啊，茅厕在楼下，昨天带路，我要如厕，如厕，还整个文词儿，信信他吧。还有我上茅房怎么也信信了？什么意思？你怎么知道我信信他？你要多信信，老警察谁上厕所尿去？直接包厢里就尿了，这么威风吗？这也没玩儿呗，这爽啊！这我试试，出去，别看我尿啊，别是，你看着我尿不出来啊。就那包厢啊，它不是这一个一个小隔间，它是这种廊子啊，廊子到廊子边上拖着肚子哗，万下就尿。你琢磨他这儿会不会底下有人啊？要不你怎么不能买这房子下面那台呢？危险，下面有人啊！好家伙，跑这房子要全死脸上了。